早，黄总。早。昨天晚上休息怎么样？睡不着，没有今天的任务。即将进入第一个确认点。本舱十二号航道。南航母相关操作已设置完毕，收到，明白。3分钟后出舱区。出舱活动是最复杂、最艰巨的一项任务。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大家是要一起来协同工作的。你刚才的那个，你是对天合说，你就对天合说；你对曙光说，你就对曙光说。我在心里默默地告诉我自己，我必须有定力，因为我相信航天员。出舱舱门打开正常。摄像头站上，多漂亮！哎呀，我也想出来看一看。神舟十二号，我是曙光。两次出舱活动，舱外任务均已圆满完成。载人航天的启动到今天，我们载人航天事业就是一步一步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的成就，变化的是一个又一个新的任务，不变的是我们建设航天强国的初心。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不易，改善神眷乏力。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还记得当年我们的第一个航天员杨利伟飞向太空的时候，那真的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的飞天梦迈出了第一步。前不久我们空间站出舱的两位航天员也是举世瞩目，这一个又一个激动人心的瞬间，一次又一次激起了无数航天迷内心的航天梦想。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想当航天员的，就哪怕有那么一点机会，自己会全力以赴去争取的有多少？能举手我看一下。戴眼镜的那几位就不用举手了，想一想就行了。但是你们知道航天员选拔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吗？他们的付出，他们所经历的这一切，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永远只是个梦。但是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开讲嘉宾，对于所有的航天员来讲，他是帮助他们或者引领他们把梦想变成现实的人。掌声有请开讲嘉宾，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航天员的女教头黄伟芬，有请黄总师。你好，黄总师。你好，你好，你好。好，慢点，有请，有请。谢谢各位，请坐。今天很多观众一定也会觉得挺惊讶，原来我们那么多航天员背后的总教头是一位女性，是一位女教头。但是您是真的是从第一批航天员开始，从杨利伟他们开始，是的，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今天是带领着他们一步一步踏向广袤太空的人。是的，是的。但是今天您这个系统啊，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也是第一次全面去了解。是的，叫航天员系统。航天员系统，
航天员系统的这个主要任务呢，是三个方面的任务，三大任务：培养人、保障人和研究人。培养人很好理解，就是我们要为国家载人航天工程选拔训练航天员。保障人呢，是为航天员飞行提供生活、健康、安全、工作四个方面的保障。那研究人呢，就是围绕着当前的任务和长远的任务来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所以这个系统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核心人来做工作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航天员。是的，目前咱们国家的航天员基本上都是从飞行员中间选拔。不是的，我们前两批航天员是从空军的飞行员中选拔，现在已经不仅仅是飞行员，但是我们的第三批航天员已经不仅仅是空军的飞行员了，我们已经从科研人员中、工程技术人员中，我们选拔了新一批的航天员，因为未来的角色更丰富了。对，航天飞行工程师还有载荷专家。刚才我跟大家开玩笑，我说谁想当航天员，我看都举手了，反正胆子都挺大的，也不顾自身条件都举手。然后我开玩笑，我说那戴眼镜的那几位就算了，有这个要求吗？当然有要求了，视力我们是有要求的，但是戴眼镜的同学如果他的视力不是这个高度近视，那也是有机会的。身高超过1.72米的请举手。你们也可以不用想了，基本不用想了。1.72米也有机会。我们现在把已经放到1.75米了，未来还有可能再放宽，因为我们有空间站了。我们空间站的空间大了，我们将来还有新的飞船了。但是别太乐观。我曾经去过咱们航天城，体验过一次咱们那个离心机。对。你能做到几个级啊？我以40多岁的身躯，一级之力，我做到4个级。4个级现在3个级了。我觉得脸已经有点变形了，但是做到4个级从镜头里就没法看了。我一上去一甩起来之后，那个脸上的肉往后跑。是的，然后整个脸是这样的。他那个重量压下来之后，你整个人的面部肌肉是变形的，眼角也往后飞。后来我说这个还真是一上去一测你就知道航天员的这个身体素质的要求。当时给我们做30秒钟，这不叫度日如年，就觉得漫长的没有尽头，受不了了吧，就等着你们喊停喊停。但是他们说航天员做八个级，相当于自己身体的8倍的重量压在自己身上。是的，但是最让我感动的是在那个训练器里面有一个红色的按钮，就是你要扛不住了你就摁下，就停。但是据说那个红色按钮设置到现在没有人摁过，所以现在您应该对他们三位非常牵挂。非常牵挂，我们每天都能跟他通话。然后这个航天员也能从那个太空给我们打电话。有一天我就在办公室，我就接到聂海生给我打来的电话。当时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说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啊，但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后来他说我是聂海生啊。我说这个太让我觉得太兴奋了，因为这个号码我事先不知道。那他主要是跟您就是报平安还是？对。那我们还有个好奇，就是他们在天上伙食怎么样？因为这次去是三个月，对，下一个乘组是6个月，所以这个伙食的事儿还是非常重要的。对，首先我们研制了120多种的食品，有主食、副食，还有这个即食食品，还有功能食品，还有调味品。你们尝过太空食品吗？今天大家想感受一下吗？今天我们给大家带了一点航天食品。福利时刻大，我这看得我口水直流。八珍鸡、麻辣鸭、香辣羊肉，这还有萝卜火腿炒面，对，曲奇饼干，还有奶酪，奶酪，麻辣猪肉，香卤鸡胗，5香牛肉干，禁用微波，他们那上面有微波炉，有微波炉。红糖糍粑，这是我们的明星产品。这是明星产品，对，航天员都爱吃，我也爱吃，你可以尝一尝。接下来，
就相当于吃播，大家可以看，一般吃播就是，味道真的好好哦，哎，真的好哎，是挺好吃的吧？对，而且那个红糖的味道，特别的，对，特别香浓，对。但它的营养成分什么的也是在轨的，我们的所有的航天食品都是根据我们的能量和营养素需求来配置的，这些都不错，都给大家尝一尝吧，好吧？嗯，来，我这个红糖糍粑我吃了一块，里面还有四块，你们也可以尝一尝。真的好吃，谢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您刚才上来就这么几个讲述，已经勾起了我们足够的好奇心，究竟我们的航天员是如何诞生，如何选拔，他们要经受怎样的考验才能成为亿万人心目中的航天英雄。所有这背后的故事，讲台留给您，请您开讲。在我正式给大家分享之前，首先让我们看一段这个出舱活动的视频。哇，这外面太漂亮了。这是一段今年的7月4号，我们神舟12号飞行乘组航天员刘伯明、汤洪波和他们的指令长叶海胜在空间站进行的首次出舱活动的一个片段。虽然过去了一段时间了，但是今天我再看这段视频的时候，还是觉得心情难以平静。空间站出舱活动是目前为止我们国家载人航天任务中航天员完成的最复杂最艰巨的一项任务。按照载人航天工程的这个总体规划，在空间站建设期我们有4次载人飞行任务，那么每次飞行任务呢，都要给乘组呢必须完成这个出舱活动的这个任务。对于每个乘组来讲，它的出舱活动的任务是不同的。比如我们神舟十二号飞行乘组，它要完成的出舱活动是抬升全景相机以及安装扩展泵组，包括汤洪波要验证应急返回，就返回舱内，就这种挑战呢，对我们来讲是前所未有的。天地的差异导致了我们没法验证，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事先完全精准的来确定我们所有的出舱活动的方案。我们要想预先想，我们可能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设备都有可能会出问题，所以我们大概有200多个预案，最极端的也想到了。我们给航天员配备的飞行手册50多册，370多万字，对关键的内容他必须熟记，甚至要烂熟于心。尽管我们在出舱之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是在航天员出舱的过程中确实还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个困难也是超过了我们的预期。那我们能看到刘伯明他右手拿的是舱外的一个操作台，因为它非常的长，刘伯明在操作的时候他要单手握着这个环形扶手单手进行操作，同时要控制身体的姿态，他必须持续的用力，所以他这个操作是极其困难的。他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当时地面我们支持小组是在航天员支持室就位的，坐在我的左手旁边呢，就是我们的航天员的这个出舱活动的专项指挥，他用的是曙光的这个代号。所以在当时出现了这个困难的时候，我和曙光我们马上做了一个交流，我们没有急着让刘伯明就把它拆了，而是说我们先让这个汤洪波先协助刘伯明进行相关的这个操作。那在尝试了之后觉得还是不行，
后来由刘伯明来协助他，还是觉得很困难，所以后来刘伯明就提出来了，说还是要按照相关的出舱的这个流程来进行相关的这个操作。三姐，按出舱程序操作。你如果按出舱程序的话，要把上边一节要先拆掉，你现在两边是没有那么多安全带的。是的。我不知道大家听到没有哈，我们那个航天员刘伯明说，曙光按操作出舱流程试试，我们曙光也给他有一个答复，就是要拆掉，也就是说要把这个长长的操作台把它拆分成两个部分，完成后续的操作。因为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就出测控区了，所以我们就是赶在出测控区之前，曙光把这个指令给航天员说了。由于天地的差异，航天员在失重的情况下，他进行各种操作的时候时间会加大，所以他的这个操作也有可能会改变。如果你没有这个方面的知识的积累和经验，你不知道怎么去应对这个动作，无法完成。所以在过程中呢，有人就是着急，有人呢发问，然后也有人呢提醒，都很担心。那面对这么多的声音，我在当时呢，我在心里就默默地告诉我自己，我必须有定力，因为我相信航天员，一相信他们是训练有素的航天员。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在地面开展了大量的这个训练，所以在当时我告诉旁边的曙光和我们知识小组的其他的成员，我们说我们一定能够完成既定的任务，我们也一定要完成既定的任务，只要航天员不放弃，我们就绝不放弃。在11分钟后，我们再进入测控区的时候，航天员已经完成了这个操作。我们在飞控大厅里头响起了一片的掌声，我们为我们航天员能克服这么大的困难，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然后完成这项操作呢，我们呢给他们那个鼓掌，我们情不自禁地给他们鼓掌。我航天员的超能力是从何而来的？这个问题我的答案当然是来自于全面系统科学严格的训练。大家知道我们国家载人航天工程是1992年启动的，在92年启动的时候我们是空白，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我们96年底的时候，我们航天员系统的总师就把撰写航天员训练总体方案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交给了年轻的我。所以当时呢，我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压力也是挺大的，因为我们国内外的资料是有限的，我在短短的3个月时间里头
查阅了那些有限的资料，然后全面系统的做了一个调研，设计了问卷，调查各大系统对航天员的需求，最后呢是完成了航天员训练的总体方案设计。所以从此呢就开始全力以赴的从事航天员选拔训练的这个工作。那么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们为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培养了21名航天员，其中12名航天员执行飞行任务。那么相对于我们前期任务来讲，空间站任务呢对航天员提出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第一，对他身心素质的挑战；第二，对他的这个知识技能方面的挑战；第三，对他心理方面的挑战。这三个方面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所以我们需要对航天员进行全面系统严格科学的各项的训练。这个模拟失重水槽呢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出舱活动的训练设备。在水下进行训练的时候呢，我们通过给航天员的这个颈部还有手腕腿部腰部配置不同数量的铅块，来调整航天员的身体的姿态，来模拟在轨在失重环境下的操作。那么在水下进行出舱活动训练的时候呢，对人的这个体力消耗是很大的。有一次聂海胜训练完了以后体重掉了大概4斤，汤洪波做这个训练刚开始训练的时候，训练完了以后他说他就拿筷子他都拿不住。汤洪波刚开始做这个水下这个训练的时候，因为水下训练服他人是在那个舱里密闭上了以后，空间是小的，而且在水下的时候呢，水它不断的在波动，也会对你的视觉也有冲击。他在这个里头刚开始很不舒服，因为汤洪波他说他平常戴手表什么之类的他都不愿意，后来呢他就给自己不断地做心理建设自我克服，到后来呢他也能圆满地完成出舱活动的水下训练，而且这次在首次出舱活动过程中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出舱活动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呢，是在我们神七没有做过的，但是是我们空间站任务新建的一个手段。那么这个手段的话呢，是利用虚拟现实技术给航天员能提供一个模拟的一个场景，就是跟舱内的环境舱外的环境包括这个机械臂包括跟它出舱活动相关的这些设备都是能非常逼真的来模拟。刘伯明他们这个乘组12乘组第一次做这个虚拟现实训练器的这个训练的时候，他看到舱外的场景，他们情不自禁地说啊，太美了，太漂亮了，就特别期盼到我们出舱的那一天我们能够去看看万家灯火星辰大海。当然对不同的人你会不同的感受，比如说我到那个场景的时候我就有点恐高，我心理素质没他们好，我看到的时候我站了一会儿我就觉得啊，我要掉下去了，就那种感觉。但是航天员的心理素质很好，他在那样的场景里他想的还是很有诗意的，很浪漫的。那么在7月4号刘伯明出舱的时候他说啊，哇，太漂亮了。然后他说这个地球就是一个蓝色的球体，然后下面有白云朵朵，然后一片一片的跟随我的步伐一起自由的飞翔吧。然后在那一刻我们觉得啊，他们的梦想终于成真了。下面有白云朵朵，还有成片的像海洋一样的，还有像冰层一样的，你们随着我舱外不设你的前景，跟随我的步伐一起自由的飞翔吧。所以我们在那一刻呢情不自禁的呢就为他们鼓掌。甘为人梯，敢为人先，是我们航天员训练团队的信念。今年我们做低压出舱活动训练之前进行教员的预训练，那一天下午3点2名教员他们模拟航天员就进入了低压训练服。但是在这个预训练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
主教员发现显示的参数有异常，所以我们就进行排故。当时呢，就是这个排故的过程呢也是比较长，到了晚上九点的时候，这个故障还是没有排除，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教员也跟两位模拟航天员说，说你们要不先出服装吧，出完服装之后呢，我们继续排查，下一次呢，我们再重新做一次教员的预训练。可是我们的低压训练服它是有使用寿命的，加压一次就消耗一次寿命，所以呢，我们的两个模拟航天员也是我们的教员，他们就说没关系，你们安心的排查，我们没有问题，我们能够坚持。他们在这个服装里头已经待了好多个小时了，因为是在重力的环境下，所以他就相当于站在地面，就是站了多少个小时。到了晚上做完预训练的时候，他们已经十分疲惫了。我那天听我们的主教员跟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觉得非常的感动。从载人航天的启动到今天，我们载人航天事业就是一步一步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的成就，变化的是一个又一个新的任务，不变的是我们建设航天强国的初心。回想起30年前，我们当时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心怀飞天的梦想，我们编排了一组飞天舞，以此来表达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想的心愿。30年后的今天，我们不仅梦想成真，而且我们进入了空间站时代。我也早已由当年负责编排飞天舞的黄导变成了航天员女教头。当时负责给我们做舞衣的年轻人，后来也成了我们航天服制作的技术人员。这一称谓的变化，反映的不仅仅是个人的人生轨迹，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家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当个人的理想和追求有幸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交汇对接时，在你所热爱的事业中，你所有的苦都是乐，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我的分享到这，谢谢大家。谢谢黄总监。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不易改善神眷乏力，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邀您继续收看开讲了。谢谢大家，请坐。整个这个开讲一直在说航天员，一直在说团队。其实我告诉大家，当年在北航上学的时候，您是校花级的师姐。是吗？哦，您不知道这事儿啊？反正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资料，您又会舞蹈，然后还会武术。嗯，是。是那个剑是吧？对对。然后当年还参加过健美操队。对，艺术体操队。艺术体操。北航的第一届艺术体操队，嗯。哦，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没说错吧？校花级的师姐，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啊，练艺术体操的时候，时候对对对，文武双全。所以后来您说的那个飞天舞是当年在那个航天系统，你们自己弄了个节目，我们自己对，就是我当时研究生毕业了以后，然后那个刚开始工作要搞那个文艺汇演。文艺汇演，然后我们单位呢就是要编排舞，然后我们就想做了一个，就是编了一个飞天舞。听您刚才讲这故事啊，我还觉得挺感慨的。您想当年跳这个舞的时候，中国还没有航天员对去太空。 对， 对，现在这一转眼已经上去了十二个航天员了。对，是的。在您开讲的时候，我们也通过网络进行了直播，也有6位云端观众，然后他们也带着各自的问题，现在我们通过连线的方式把他们请到我们的现场来，有请6位。欢迎你们。你们好。我们让每一个观众根据自己的问题准备了一个关键词，来亮出你们各自的关键词。
中文必修课，梅开二度，平凡的魅力。这边三个是航天，什么玩意儿？OOTD， 他们现在用的，您知道 OOTD 是？我不知道，我听他，我看到他写的时候。现在年轻人很多网络用语，它是一个缩写，是什么意思？穿搭啊，今日穿搭啊，今日穿搭啊，然后惊，嘿，超级英雄的烦恼，反正您就看您对哪个关键词感兴趣。航天这个。航天 OOTD， 今日穿搭。黄老师好，撒老师好。哎，你好。我的问题是在神舟十二号航天员的飞行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航天员们在发射时穿的是白色特种服，而在轨道飞行中穿的是蓝色的服装。为什么他们会在不同的时期穿不同的服装呢？这些衣服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说明你观察得很仔细。对。你看那个刘伯明，汤洪波出舱的时候穿的那个是舱外的航天服，航天员在发射和返回的时候，他穿的那个白色的衣服就是舱内压力服，是就是舱内的航天服。苏联的航天员有三个航天员在返回的时候，他们没有穿那个舱内的航天服，但当时座舱失压了，后来三名航天员牺牲了。从那个之后，这就有一个规定，航天员在发射和返回的时候必须穿舱内的航天服。所以这个服装呢，是能给航天员提供一个安全保障的一个装备，非常重要。那么航天员在入轨了之后，他不能总穿的那个舱内的压力服，他是不舒服的。所以呢，我们要给他穿上轻便的服装，就是蓝色的舱内的工作服。在工作服的设计上要考虑他工作的需要，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个口袋啊，那个地方有一个能够这个固定的这么一个小设计然后呢，到了空间站的任务的时候，我们现在给航天员还有专门配备的休闲服。我听说他们睡觉的时候是不是有专门的那种类似像睡袋一样的东西？是的，但那以前就是最早的时候挂在墙上，对，它就是一个睡袋，要不然就把它挂着呢，对，飘着睡。但是现在到空间站了，它有卧室了，把帘子拉上以后，给它有一个床，有卧室，让它更有在家的感觉。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四位现场的青年代表。撒老师好，黄老师好。在神舟十二发射当天，我在家里收看了整个发射的全程，然后我的心情非常的激动，然后我用我的专长吧，我平时喜欢画画，我用对三位航天英雄祝福的文字画了他们的三位的肖像画。哇，得给你点赞。聂海胜，我用的是凯旋归来四个字啊，凯旋哦，这是用字儿，他是用字儿拼出来的，太棒了。汤洪波，我用的是天。你不用说，你不用说，我自己看。太空，汤洪波是太空吃播，太空吃播，太空吃播，天外吃播啊，天外吃播是吧？对，天外吃播，太空导游吧。刘伯明是太空，刘伯明是太空导游，太空导游，对。今天来这里，我也为黄老师准备了一个小礼物，想送给黄老师。谢谢谢谢。哇！哎呀，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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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谢谢你。也是用字儿拼成的，无名英雄。我觉得多数人呢都听到了三位航天英雄的名字，但是呢，其实以黄老师为代表，有很多在背后默默付出的幕后英雄。对。所以说我觉得无名英雄四个字比较贴切吧。谢谢谢谢谢谢。然后我想问您呢，就是您在航天训练中，您会不会对航天员十分的严格？您有没有感觉到很委屈的时候？
你作为一个老师，你肯定会有严格要求，对吧？这是必须要有要求的。所以我经常也跟我们的教员说，我说如果航天员对你们的满意度调查都是100%，那我觉得你们可能就有问题，我就得问问了，为什么？因为教和学它一定是有矛盾的地方。所以在我的这个职业生涯里头，当然是有委屈的时候，这是他不理解的地方，完全是有可能的。我原来就是就是遇到委屈了，我可能会把门一关，然后就哭一顿大哭一场。您的性格会是会的，大哭一场，然后呢我擦干眼泪，然后把压力释放了以后，释放了之后，然后我又继续努力。因为我内心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就是我所从事的工作这个使命是非常光荣的，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完，就是航天员选拔训练的这个体系我一定要把它建成。问您一个很私人的问题啊，已经上过太空的航天员里面，我当然我知道对老师对于学生来讲肯定心里都是满满的爱，但会不会有特别偏爱的？那不会，那不会，这肯定不会。不会是吧？那当然没有。那景海鹏和聂海胜为什么能比别的航天员这个去太空的次数多？他们俩都是去过三次，上过三次。对，他们都是三次。所以他们不是团队特别偏爱的。那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我们团队偏爱他，所以他有三次飞行的机会。因为我们每次任务在选拔乘组航天员的时候，一定会考虑这个任务对航天员的要求。我这个任务的特点是什么？我现在这个队伍人员，每名航天员他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就是空间站关键技术建造与验证阶段要四次飞行，我们一下选了四个乘组，四个乘组是根据任务的特点和他们的特点来选的，包括我们考虑当前的任务和我未来的任务，就不存在哪个乘组比哪个乘组更优秀的问题。接下来一位，萨老师好。黄总您好。你好。刚刚通过您的分享，我就一直在想，我们航天员的训练如此的辛苦，但是呢，能代表国家飞上太空的人却是少数的，那在他们的背后，是否也意味着淘汰和遗憾？不是被淘汰，是说他就没法去执行这次任务，他落选了。那么在这种时候呢，我们确实呢，我会觉得特别的遗憾，一种深深的遗憾，因为他们之间的最后的那个差距是非常小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航天员他们的职业的这种素养，就是他的这种心理素质各方面他还是很强大的。对，哪像我们肯定就你怎么又是聂海胜，他都去三次了。但航天员肯定就是哪怕心里有点失落，但是外表上就是他能很平静的去面对这个事情。是的，就是实际上呢，航天员在当航天员的时候啊，他来报名参选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的。另一个方面呢，我们在心理训练里头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科目，就是心理相容性的训练，也会让他学会怎么样去正确认识自己，认识他人。我为什么会提这个问题呢？因为我自己有非常相似的感受。我曾经获得过三次跆拳道的世界冠军。哇，你真了不起。 但同时我也是一名陪练在2016年的时候，是我离奥运会最近的一年。里约奥运。对，里约奥运会也是最近的一次。当时我比吴京玉的低分低了一点，但是因为就我们这个级别只能派出一名运动员去参赛，所以我就成为了玉姐的陪练。对，当然在成为她陪练的时候，我依然是全力以赴的在帮助她，支持她，希望她能代表我们国家取得金牌。其实航天员和运动员之间是有相通的地方，我们在不同的赛场上拼搏，有遗憾但也有欣喜。我理解的运动员的精神是永不服输，所以我想问您，在航天员的赛场上是什么样的精神在支撑着他们？他之所以选择是因为他热爱，所以我刚才说，在你所热爱的事业里，你所有的苦都是乐，你所有的付出都值得。所以我觉得他们既然选择了当航天员，他也知道这个使命是非常光荣的，
他就无论如何他也会坚持下去，付出再多的心血，付出再多的努力，不管他能不能上太空，他也要坚持，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刻。谢谢黄老师，谢谢萨老师。其实刚才黄总师也说到，前两批我们选拔的航天员21名，是的是的、嗯、但是到目前为止真正上过太空的是12名，对，还有9名航天员没有上过太空，甚至有航天员已经退役了，就是他从被选拔成为航天员到他退役他都没有上过太空。我想在我们记住这些航天英雄的名字的时候，这些上过太空的航天员的名字的时候，也更应该记住这些了不起的英雄。好，我们最后还有一位。萨老师好。黄老师您好。你好。都说从事航天事业的人一定是一位浪漫的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属于航天员的浪漫？我刚才介绍低压训练，那个低压训练其实是一个危险性很大的一个训练，是高风险的一个训练。我们在神七做这个训练的时候，我们全程都大家都特别的紧张，我们就设计在这么紧张的一个训练的同时，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小试验。这个小实验呢是什么呢？是我们在一个瓶子里头，我们放上了粉色的水，然后这个粉色的水呢是我们的一个教员，是我们出舱活动训练的主教员，他们家做蛋糕用的那个食用的色素、啊、染色剂，对对对，食用的色素。那当这个低压的那个舱的压力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看那个水一下就沸腾了，就是那粉色的泡泡啊，你就能看到，紧接着马上呢就变成冰了，我们一下子都像孩子一样，你知道吧，我们就秒变成孩子了，然后就开始啊，就特别兴奋。这个就实际上给我们紧张的这个训练也带来了 一小片刻的一个轻松、当然也是因为我们经过多年的训练和实践，我们越来越有经验了，所以我们也越来越游刃有余了。汤洪波你看他表面他觉得好像哎呀不是特别爱说话的那样的一个性格，那但实际上呢他带上去的个人的物品、也有小卡片，有他爱人他孩子写的诗，我觉得这可能就算是我们航天人的或者我们训练团队的一个小小的浪漫情怀。每次跟航天人在一块交流总能学到很多东西，实际上对我们的人生无论是生活还是事业学习都能起到很多的这种启发。最后特别想问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我们的三个亲人，对，是我们的亲人，对，确实是在空间站的三个亲人、应该是差不多3个月左右9月中旬他们就要按计划返回。所以在这里我想就让我们用最美好的祝愿作为我们这一期开讲的结尾，祝愿你们平安凯旋。感谢黄总师带给我们的精彩开讲，我们下一期开讲再见。